好，浩奪亦有埋閘，冠軍一理賽隨時要起步。啊，起步嗰陣啊，應聲揀咗紅太陽啊，相當之快嘅，紅心寶馬亦係唔慢喎。可能好彩，喳聲擺咗喺前面啦，最後啲新力軍亦喺外欄嘅位置嘅。最後少少跟住先至見到益明之區，然之後跟住咧就赤膽復星，赤星再後啲咧，跟住就紅心寶望，心寶入邊咧就北金烈馬。尾二位置電子麒麟睇曬尾咧就高耀之星啊，佢離頭馬約摸係七個馬左右噶。好啦，約摸去到千二米起步點啦，前面風頭紅太陽放出頭四分三馬位之先領先啊，新力軍守住個第二嘅，第三位落欄位置嗰只就係好彩，好彩外邊咧就係豪奪。豪奪再後啲跟住咧就係呢個赤膽復星，赤膽復星跟住再後啲跟住就益明之區，咁然之後咧跟住先至見到紅心寶馬，紅心寶馬再之後就係北金烈馬，電子麒麟一早已經走出外欄嘅位置喺尾二啊，喺曬尾嗰只咧就係高耀之星，佢離頭馬又馬係七個零八嘅馬左右噶。好啦，差唔多預備轉咗半個彎啦，前面方頭依然扯完之後仲係紅太陽放咗出頭啊，而家新力軍就上嚟逼佢咁上嚟第三位，依然仲係好彩豪奪就上嚟第四。最後啲跟住先見到就赤膽復星，然之後跟住咧騎下騎下就係紅心寶馬，最後啲跟住益明之區，益明之區後邊咧就電子麒麟開始走出外欄位置啦，再後啲跟住就北金烈馬喺曬尾，依然仲係高耀之星，距離頭馬而家約莫咧都係六個零七個馬左右嘅，最後有直路約莫仲有四百米左右，前面放頭依然仲係紅太陽放咗出頭啊，急不及待上到嚟第二嗰只豪奪，電子麒麟撳住疆城三排兩撥地冚緊上嚟啦，後邊上嚟仲有高耀之星嗰啲馬，前面嚟講紅太陽依然突咗圍，但係電子麒麟一過就已經過咗佢啦，後面追緊上嚟，而家見到就高耀之星啊，小威上嚟仲有豪。奪啊！嗰啲馬，電子麒麟三排兩撥之下已經過曬所有馬啦。電子麒麟就跑第一，跑第二名嘅高耀之星，跑第三名就紅太陽嘅。始終係香港嘅一里王，電子麒麟只要唔塞車入到直路抽出外欄一踩油，又係冇馬救佢跑。紅太陽呢場賽事放得有聲有色嘅慢步速，呢啲咁嘅馬主宰保咗其實放得好好啊，但係攬個提防外面高耀之星又逐步逐步衝上嚟嘅。豪奪就真係唔夠啦！結果電子麒麟禁疆贏馬，跑第二名咧就後上高耀之星，跑第三名就紅太陽嘅。好分咗好多啊！係啊，一點四行咩有？呢個筍盤好嘢啩，嘉豪。筍盤啊，中曬三重彩都要。唔怪得嘉豪頭先話我俾日膽嚟，一路嗰啲自己。呢個筍盤好嘢啩？有紅太陽啊！